腾讯星光大赏名场面，鹿晗与吴亦凡互动超有爱，王一博等候赵丽颖。相信很多的小伙伴对于12月28日的腾讯星光大赏中自家偶像的表现都还印在脑海里。当日很多的粉丝都是十分的兴奋的。当日参加星光大赏的有很多的明星，主板的布置也是十分的别出心裁的。不仅是数小时的直播让各位粉丝都能看到自家的偶像，而直播中也有很多的亮眼镜头。很多的粉丝如果在后台的话，肯定有看到这一幕，就是鹿晗与吴亦凡在后台偶遇，两人擦肩而过，交谈甚欢的这一个场景。两人之前都是从韩国偶像天团 EXO 出道的，随后解约回国发展，来年个人现在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。看到这一幕，很多的粉丝都十分的开心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如今两人也还是国内的顶级偶像，也是祝愿两人能够越来越好。